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嗯，完了，大头的炮台全没了。Minion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先去草丛找一找这剑姬。这剑姬居然不带精密哎！哎耶，平 A 平 A 平 A 呀 ，A 错人了。哎，还好他没刺到我，刺到我就亏了。一 A 吃药平 A 往右拉，再平 A 平 A。好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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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亏！他这弱点拉的有点好啊，我们回家。没太拉过他。运气太好，弱点全在，不是运气好，剑姬有技巧。就是假如说我们第一个弱点啊，再先看看啊，我教你这弱点怎么看。我第一个弱点在我的前面啊，那第二个弱点就必定在我的右边或者是上面。看到吗？这是弱点，就是这么刷的。下波可以杀，他敢戳我们，他就死。哇，漂亮！这个 W 怎么能没躲掉呢？哎呀，这怎么能没躲掉呢？反应不行，我的反应有问题。我的反应出现了点问题，反应太慢了，捡着我树了。没反应过来，早就应该闪，就是打不着出手那一瞬间就应该闪。这是我们的问题，略微有点小难打啊！我看看能不能把兵线给他推进去。他是属于那种消耗流剑姬啊，这还好。他说我要带征服者，俺们从现在开始不用玩了。不用玩了，没法玩了。哎呦我操，这一刀！没事，让他把兵线推过来，弱点稍微刷的好一点就可以了。你追吧，来你追，我看你追到哪去？
你就硬追，对，就硬追。这波一定不能死，这波死了我们永远游戏结束，一定不能死，一定别手欠上去补个兵啥的，不补就直接就不要，都不要塔下一站，我们塔下战神，这兵我一个我都不补，一个我都不要，让我收，让我收兵啊，让我收兰博，让我收兵，把他骸骨给他打了。这啥意思啊？这 W 技能放挺慢的。他居然不放！我觉得猴这个 W 技能，如果跟剑姬打，应该就是他放 W， 我们就固定放个 W， 就必须能躲掉。老躲不掉就很烦，我反应不过来。不能给这些老年人一点容错率吗？不能给这些老年人来点机会吗？真是的。他要出那啥，他要出那个收割者。分离者，回家了。不灭剑姬一看就不是老剑姬，那不是剑姬出啥的都有，剑姬带什么的都有，你看他怎么玩呗。有强攻的，有迅捷步伐的，有不灭的，有那个征服者的，还有电刑的呢，还有重印的呢，我都见过。对，他们打法不一样，一个人一个打法。呀，戳着我了。哦，有你老师。吃兵，下波找机会杀他。嗯。人有点多呀。把他拉脱，不让他打。
我估计这剑姬快分离者了吧。还在打，他是不分离者了，靠，装备有点好啊。这把杀，好意大头，哎呦我大头儿子，两层塔皮，我们这把得出三项啊，我们不能分离者，我们分离者不合适。卖个多兰，我们得要三项，这把得伤害得高，伤害不高留不住人。先 Q 一下 EAW， 再 Q。哎呀，我打了他那么多下呀，他就打了我一下。他没闪吧？真的，我打了他那么多下，他就打了我一下，就把我打没血了。十秒钟，七秒，我有红 buff， 他不敢上。上来扣兵，阿古尼太死了。先把他骸骨打了，这家伙来人了，我正跟他博弈呢，来了个包女，漂亮，嘎了，这把得伤害高，我们出一个女神之泪，再砸一下，差一点点。没死掉，哎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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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小龙，
这里边有眼儿，想 Q 我，哎哇 ，Q 的准啊！小黄毛应该是故意往后边 Q 了一下，有点疼。我们下路收波兵吧，我去下路带去了。不行啊，带不了，没法带。那有齐亚娜，我带不过他，他能秒我。这草丛我说实话也有点危险，我们不能在这待，我带不过他现在。等一下啊，不要出去，等兵线到这个位置再出去，他在这里我们还是死，离塔太近了。齐亚娜走了，走了，我们去波中吧，这波看看啊，看看中路能不能打。哎，感觉可以，我扫一下，这边没视野，不知道他们看没看见啊。小黄毛有可能是个瞎子，看来是看见我了。走一走，没法上啊。哎，兰博，你让我推吧，你别老打起来呀。你让我推，你老一整老打起来，这不行，这救不了了，这人太多了，一下出来五六个。剑姬可以追，哎，没嘲讽到，天哪！这没嘲讽到啊！20分钟，拿小龙吧，这条小龙我们可以要。我一会儿这 EZ 不知道能不能杀得了啊！现在我们还没有这 EZ 等级高呢。龙他妈不要了吧？是不要了？哎呀，算了，我来吧。他们要不要？我也都过来了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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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他们要不要这小龙？我们也得过来，团队一点。谢谢你帮我们扎小龙，拉出来呀！
天哪！没让我动。先把剑姬杀了，漂亮！他们家少人，塞纳点死，一个人头600块。我下不去呀、啊，哥。还行吧，300。我下不去那个地方，好像亏了，因为齐亚娜没来。齐亚娜没来，俺们打成这样。没事儿，你们不收下路，我收呗，我收不就完了吗？多大点事儿呢？不能再带了，这波得去小龙，得去大龙了，再带绝对是要出事。打没打呀？这到底呀？这不打大龙了吗？你没办法，你只能开。我操！没让我动。哎呀，没让我动，我都没动他。我是怎么死的呢？我死的好快呀、啊！太脆了，你猴哥，那你猴哥也就这些钱，脆也没办法，也得忍着。这就像你跟我说，你说猴哥，你的投资失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投资投都投了，那也只能忍着。我其实已经往那个右上面发展了，除了这三项，其他的这都是右了，但是实在是没啥办法，毕竟他们的装备比较的好。谢谢元气满满的可乐。黑切蟹手不该出三项，那神话装备不要了呗。我就杀他一个，打大龙。你这个时候不打大龙，那不就更亏吗？算了，不打就不打了吧。
吃狗屎。哇，金钱豹，我还没法上，那齐亚娜带那啥的。哎呀，扣没扣出来，差一下，少个蟹手啊。出分离者加破败怎么样？分离者哪的了？分离者，分离者400滴血，破败没有血，我蟹手400滴血，三项200滴血，刚才我是被瞬秒的，所以你觉得破败分离者怎么样？这个问题交给你，这个问题不要留给我，留给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刚才没卸手呢，刚才没卸手，最起码有个那啥吧，有个小锤吧，那个小锤加多少血呀、啊？那个小锤加，哎呀，先不要讨论那个东西了，先不要讨论这个东西，这没有意义，就这么多钱，能出啥就出啥，不是装备的问题。你只能说我出日炎可能不被瞬秒。这波不好守啊，不太好守啊，这得上去开了啊！我先杀个齐亚娜往后拉，哎，这一波看看能不能打得过剑姬，剑姬大风嘎辽身上，先把剑姬砸了，漂亮 ！ADC 死没死 ？ADC 死，剩小黄毛加个包女，他们应该推不了了。虽然说小黄毛的虚区有点高。哎呀，小黄毛！小黄毛伤害太高了，真的是太高了，高到吓人。2000黑切，这把要想翻呐，我看看啊，咱还是得出魔切，只不过现在叠的血币是有点慢，打个针眼给他。二环二还行，二环二还可以接受，多带点针眼，现在视野比较重要。我看我们家几个扫描啊，这么多扫描，我们也还是扫描吧。剑姬的装备其实没有我们的好，现在这个剑姬人有点多，
没守住。GG。GG， 守不住了，兵线压力太大了。剩个主基地，还能守住不？这卡莎一个打五个，太惨了，卡莎。我守住三路 ，OMG 能翻的，我们也能翻。哇，这都差一丝儿。哎呦，这都有个虚弱啊！太难了。